我突然又开始回想了一下我自己打监管，然后他打球生遇到的人。我发觉在五排的时候啊，我遇到如果四个都是中文的，我反而觉得不好抓。可如果不是中文的，就很好抓。谁啊？暗黑啊？是你吗？干什么？干嘛？这小坏坏！哦，有够这么远吗？有够这么远吗？哎呦，这个没有转弯的勾勾，嘿，哇，这个小贱贱，哎，自己什么时候有眼睛啊？照到这边来啊！我觉得奇怪，那边怎么有眼睛啊？完蛋！是暗黑吗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是不是他？哦，真的，是他。啊，完蛋了，要被 啊！哎呦，这个还甩到刀！哎呦喂呀，这个好缓哦。没有地下室啊！还干油哎，哇塞，不要进去了！哇，变化嘿，机子接得慢呢。变化在干嘛？为什么机子那么慢啊？塞了！哇，逼救呢哦，很贱呢哦，对，帮我扣一下。咋鬼没有？干的是他妈的这边。上钩！哎呦！哦，碎，断到钩了！哎呦，再给你弹一下啊！你是不行，不想赢了是不是啊？靠，别别，我不在那里啦！要去哪里？等下，他要去找他们。哦，他要这样守机子的。哎、啊欸，你干嘛这样开呀、啊，八七哦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开机嘞？笨呢、欸，掉人家陷阱的。
哦呦，哦呦，这个夹夹，为什么在你那里？开门呐、啊！开门呐、啊！你没看到佣兵去了是不是？开门呐、啊！开门呐、啊，孩子啊！你不开，操你的逼蛋！你在擦眼睛还是瞎子啊？哎，你就给他打呀，病患啊，大哥！哈哈哈哈。我不会出去啊，因为我是一挂飞啊。艾美没那么笨呢、啊，我虽然说有凯瑞能力，但是他没那么笨、啊。他看到我的话，一定是直接那个。啊，现在佣兵有没有？等他们一刀，我才有办法出去做事啊。然后等他们一刀的时候，我再去救那个。哎、欸，干干，我没有挂网哎、欸，大哥。你没一刀了，你想干嘛？好了，嗯，哈哈哈，啊，标配皮肤你知道吗？给他按赞。